student joining us today. Hey, dude. Welcome to the suck. Haven't you been drinking? A little bit. Oh, hey. What do you want to be, Mason? What do you want to do? 爱在三部曲的导演理查林克雷特全新手法拍摄电影《年少时代》，12年时间拍摄男孩的成长记事。虽然它仍然是一个戏剧，但是你有点难去区分它到底是戏剧还是纪录片。创作跟真实互相影响的这个过程非常有趣。真实截取男孩6岁到18岁的成长历程，自然的写实风格激荡出贴近观众内心的真实感动。他会怎么走你不知道，但是就是说生命真的也就是这样，你会碰到谁做什么样的决定都在这部片里面，你好像看到了一种无限的可能性。异想世界本周带您来看清新动人的年少时代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